OK，同学们，接我们来看这个二年级数学哦，活动本第154面哦。那么这个是关系到这个单元把数据处理的，所以我们就来看到这个条形统计图哦。那么资料是这样哦，五个朋友设飞镖的得分，所以这边呢有一个我们讲是纵轴哦，这个是横轴，所以横轴是分数。所以这个纵轴打直的这个是人的名哦，所以姓名哦，所以这个是它的这个标题，所以这个乙的得分是六分，所以我们在这边就是这样看哦。我们先画这个条形统计图，我们是打横的，打横的来画哦，所以这个。OK，接下去，俊峰的得分是乙的一半。OK，所以俊峰他得分是乙的一半，就说乙的一半哦。这里一二三四五六，他的一半就是这里哦，三个。所以这个是俊峰，所以俊峰是这个。OK，然后接下去，而苏怡和俊豪各得八分，所以这个两个他是得到八分的，所以这里跟这里，所以我就是这样画。所以要确保你是要用尺来画线哦。OK，有些人他可能没有用尺来画线哦。所以我们就这样子来画。就算是粗线，你都要擦掉它，比较看来比较整齐一点哦。OK，这一个杰怡的得分则比怡怡多五分，所以这个杰怡哦，它如果跟这个怡怡来比的话，它是多五分出来，所以就是这边啊。它多一二三四五，所以这里哦，所以这边我就是这样画。OK，所以就做完了这一个哦。所以今天我们就讨论了这个二年级数学活动本第154面哦。